奉神旨意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奉神旨意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奉神旨意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。 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。 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。